我是刚刚那个车长呢，2011年3月30号瑞芳红桥路，8:38，车牌是有列车通过。瑞芳红桥频道，来了11、23次，听友，首发的教练应该受点了，要摆行圈了，准备通过。1507圈车在瑞芳红桥通过，阿罗下面跟马仔们多多点我们的，以及观众朋友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我的11、23次在瑞芳红桥频道已经通过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